从前啊，有一位破烂仙人，虽然被这样称呼，但他最常保佑的却不只是收破烂的人，而是人间平安。另外，他同时也是一位最强武神，无不能破之魔，无不可斩之邪。多谢道长，多谢仙人的救命之恩。道长，您的光好像要倒了。不过据说这位破烂仙人的体质特殊，败了会招来霉运。从前还有这样一位红衣鬼王，这位鬼王虽以为非人也，却拥有数不胜数的信徒。因为这位鬼王有斗败过33位神官的战绩，所向披靡，天敌运势还强极无敌。血探花，快跑！不过这位鬼王性情古怪，喜怒无常，最好还是对他敬而远之。但如果把这一神一鬼的两尊像供奉在一起，便会化腐朽为神奇，可能双倍的好运，双倍的所向披靡。为什么有这般神奇的效果？这是个很长的故事了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晋江文学城墨香铜秀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寻声工作室制作，京韵凯歌录制，玄幻广播剧《天官赐福》第一季，敬请期待。天官赐福，百无禁忌。